大观社区哦，大观事件自救会哦，协同着居民一同前往到林泉家哦，林泉位于忠孝新生的住家，好、哦，来向林泉表达，希望林泉院长，好、哦、能够来解决大观事件的争议，能够来正视大观事件、大观社区。
同样遭受到国有土地活化政策的问题，同样遭受到国有土地上去历史脉络好的问题。今天大观社区自救会是第三度来到行政院，过去我们也好寄了很多公文要求行政院来面对大观事件的争议，来处理现在退府会透过处理原则好要来强拆破迁居民的家园。我们看到是今年六月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大观社区即将面临拆除，大观社区即将面临拆除。好，我们今天早上就是为了要要求林前院长来承诺解决大观事件的争议，因为今天行政院就是对府会的上级机关，今天行政院就是过去国土活化政策所制定的凶手，今天行政院就是你民进党政府口口声声说要鹰派核心的要来执行 的单位。好，但是我们看到什么？看到是从去年520上任，民进党口口声声说着要鹰派革新，民进党口口声声说要要与人民沟通，要倾听人民的民意，但是我们看到是什么？看到是民进党政府漠视人民的态度。我还记得蔡英文在520就职之前说要给人民好的居住，居住在好的地方，但是我们看到是你自从520上任之后不但没有解决争议个案，不但没有解决这些迫切的争议个案，我们还看到全面执政的民进党国会行政一把抓，现在国会也正在处理将造成大量迫迁的前瞻条例，迫迁烽火不断的燃烧在台湾，民进党政府完完全全没有好好来面对，李全院长也在逃避解决处理大观事件的争议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第三度来到行政院，就是为了要求您行政院今天一定要给大观社区居民一个交代，否则大观社区居民未来将会采取更激烈、强度更高的手段来捍卫我们家园。